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小黑子。这集开箱 Job Tips 秋冬这一季的那个羊毛锥形裤。好，那一样是经典的定番啦、啊，定番的这个尼龙夹链带。好，我们看看，把裤子拿出来。那锥形裤的话，其实在日本也不是日本，就这就是一个很好看的裤型，很修身，上宽下窄，然后穿起来很好看。然后这一件的话，它材质是用羊毛制的，羊毛做的。然后它的编织法比较不一样，就有一点它因为它织法的关系，所以它会有一点就有点像是格纹的感觉，它很好看。然后先从，因为也其实也是很素的，因为其实日本的牌子像 Neverhood 啊，或是 Beans 是比较多人知道的、啊。那其实 Double Tips 除了工作裤有名之外，Tuck 这种裤型也是都有在出的。好，设计上、细节上，屁股后面这边就有一个 Double Tips 的这个白标，那也是整条裤子上比较显著的设计之一了。然后再来的话是侧边的这个小白标，这也是蛮定番的配置。好，那因为羊毛的关系，因为它有点毛毛的嘛，所以其实你直接虽然说摸起来也是很舒服，可是你直接接触到肌肤的话，也是会觉得痒痒的，所以它在内层的部分，它有车这个有点像是西装啊，一些西服比较会有的这种丝绸感的这个内衬 ，OK， 提升它的舒适度。然后再来就是裤子里面的这个布标跟尺寸标，然后还有这边是洗标的部分。这其实是拍来想说，有些人要判断真伪，拍给你们看。可是其实这类裤型，因为其实不太热门，所以很少有假货商会仿。好，那这一条的话，其实穿起来也就是锥形裤的版型。那比较不一样就是这一件的材质啦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内容就到这里，拜拜。